我想问一下周伟老师，咱们这边做运营的话是做教育方面的编辑吗？是的。那是这样的，就我出这6000啊，跟那5000我们没有可比性，啊，就是他是从专业的技能，啊，我是从你的人格魅力。谢谢老师。来这边孟学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我想问一下老师，就是我们是要做美妆方面的一些运营，公众号的运营吗？差不多。其实我看到的是你身上的责任和担当，我觉得这一点在工作当中是非常值得培养的。对面的老板开出了一个人格魅力分，这是我觉得非常不专业的做法。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职场环境，恰恰是因为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和你个人的特质，我觉得你更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，让你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我觉得恰恰是你需要的。所以法国孟权希望你能够在北京扎根，在孟权扎根。法国孟权欢迎你。谢谢老师。他完全的是误解我给的是欣赏分，你既然欣赏他，你就要用实际行动。你是因为他的外形欣赏他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给我带来的。你看整场我是一句话都没说的，但我是流动到最后的，我是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他，去分析他，最后我被他的人格的魅力所征服，我认可他。真正的尊重就是考虑他的感受，让他自己到公司去成长，没什么魅力分，也没什么欣赏分，就是职场技能分，好吧？来，你考虑10秒钟，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好。松鼠 AI 和法国孟权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选择的是？我选择孟权。去吧。以后留长发。留长发不好看。留长发脸显小啊。买同学、哎，来，我陪你离场，我来陪你拉你离场，因为我就是涂磊老师刚才说的，咱们是最萌身高差嘛。然后还有一个缘分，我和你一样都是回族。哦，好。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关注你，但我是一家科技。那你可以把他抱着走呀。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应该是手挽手，对吧？一起走。人家就想被抱着，你怎么？我连你一起抱。啊，哦，哎，再见啊！别回来了啊！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在进入企业之后呢，我觉得可以和企业里面比较有经验的人一起学习努力，然后自己呢也在运营这方面有一些提升。